这三文钱的月亮花，我二师兄守护了快三年了。他愿意。这些，老七，你不会是想把这些东西全带着吧？哎呀，你们都不懂妹妹的心思。你看，这个是妹妹平时用的胭脂，还有那里面全都是妹妹的首饰，这些必须都得带上。行了行了，咱们这次长途跋涉，这些没有必要的东西。